充啊，补充钙质哈。好，五代斤一代斤青菜嘛，爱三百至二啊五，互你切千里。你有几箱？好来。有有美惠那个阿布哥，他渴了他就会喝，因为他不会喝太多，他喝太多会一直想上厕所。哦，来，来，这组就优待五个来宾开千里，开千里，唔免一千，一千叫做行情，无一千无买。您呢？你赶快。九百，八百来。两箱，日本料理店一支180，这么漂亮，有一个要两箱的啦。哎呀，紧啦紧啦，好好，这里一箱，谁一箱？等一下再给你无动的箱子，再袂去甲你车顶用到臭臭皮发哈。好来，这是两箱的。好混乱。两箱的你给了吗？都给了。我要来退休。可能有带鸡块吗？我要一包。最后一个来宾，五百斤，斤，叫你这，背包来，800块。800块，800块，阿娘喂，一只香鱼日本料理店，唔免百八至200吗？开玩笑，水无？啊，闺蜜带我来背包，一箱放在一起，大只的，大只的，大只的香鱼没有人要吃，我讲了。哎，这是叫你鱼啊，拢刷刷回去。哎，叫做红条，虎条。水无？那么呢？炸好的鱼啊，无人会用点，我讲我偷的。谁点？有啊，那个嘉义的啊。嘉义的。对啊。你点这哦、喔？对啦。你点好条哦、喔。你看，你看看。善变。你话都没变。冷冻的无？冷冻的香鱼无？无。哎，这东西甲冻个顶就变冷冻的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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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有可能？你是不是有搁染着迄？没有，这个歪歪，歪歪较小。来，你这箱我搁开咧，尿尿你等我，因为吼物件若无同，咱甲卖较俗个，哦，互人客满意。迄卖鱼仔毛乌落木济吼，安尼咱豆豆丝，安尼人客才会爱来。哦，这拢粗个啦，粗个只是挑尾溜个哦。啊，那数量有限，想吃的来，规台都只八百。八百都有够俗，要吃七到九、七到八、七到五，等下吼。七百来啦！听三，贵宾等下啊，要吃来发声。七百，七百外口你吃四只。七百，七百无人敢买哦，不是是伊唔吃香鱼，不是伊唔敢买。拢你咧讲啊，无人讲。随个啦，这哪能日本料理店只只拢800、200来700块，有介意的你发声，这唔免阁蹲底，阁蹲底嘛无买啊，俗安尼。我看几只哈，你是，哎呦，会晓躲避症，来，再用欺负的啦，八只，来九只，来你。没有，他只是看起来可以，他没有蛋呢。来，讲一半，讲一半来。好啦，你要几箱啊？几箱来来来。没有，还一箱。你安尼唔甘的买，我一箱卖恁700块的尔。
冰七八。等我一时啊啦，莫紧张啦，再小不，啊你帅儿子嘞。不要不要，你们引导我徛头前，啊，歹势。好朋友莫介意讲，来七八，啊来九只，啊来二四十八十吼，啊这安尼过来加一只，来一半一半，啊，听好。好，弟弟来，三楼，发声，发声，三楼，三楼。比较划算。来，三四五六七八来高姐，又加一只来，来三楼，来三楼，过来一个，来对面。我们是没有三岁的，因为四大是我妹妹。哦，有翘无翘拢白白安尼啦，五六七八九，来搁加一只十只来，来三个对面妹妹，来还搁来一半来。后壁。啊，这挂无小辣椒无给你买。阿姨无去啊。好好。两个阿姨。来来三五七八九十。一四十八十二，搁、哦、一只来，三个来对面来。然后伊拢无讲，对面个来。那个西大，那个三只三只够吗？因为那个其实现场还有啦，三只够吗？八九十来，啊，搁大爷来二四十八九，好来，差不多一组较大只，来三个。右边两个。对，要不然我就不能换了。哦，这台更漂亮。因为刚刚那三只是特大的，然后它还有就是大的。四、六、八、十，好，来，一台安尼好了，来三五，三五，三五一只嘛才带三十块，你免去外口买到百八、两百块，有没有？啊，香芋唔好抬啊，无爱食香芋的唔好开钱。莫因为那个小辣椒烹调，你就开钱；无爱食，唔免买；爱食的，伊也唔免抬。你听我讲，到甘岛时阵，甲甘岛刷去边啊。甘岛边啊，把苦甘苦甘，才是会晓食香芋。啊，若袂晓食苦甘的人，唔好买，加了钱，吼、哦，钱真歹赚哦。好、哦、来，无来，谢谢。好、哦、来，这项我要物件，我要甲送朋友来，给我几箱。我知，因为这剩一箱的尔，这。蛋姐好好的来折磨你。好，我知道。来，那三只特大给你。海家母蛋姐，我一定会先卖家己的，迄拢家己的。来，鲤鱼，几只哦？几只哦？今仔日有明仔载无啊？无。一只一只外口就是一百块，两只要吃来三只来四只，搁来五只，五只开五百，莫讲五百啦，要吃四百、三五、三百好来，几只鲤鱼？三百块，我的天哪，五只呢？你去小吃店烫这几只没两百块吗？那我才开了几千，三百，唔爱，就一个，这只给我小三，六只哦，三百，你以为无人要吃？你会害，我刷收，拜拜。这款的鲤鱼卖偌济？你啊烫烫的，还是用来炒芹菜讲？哦，来，剥皮哈，剥皮来准备。哎，家母还佫剩偌济？最后一箱家己的，你要几分？一分一千，安尼要几箱的两千的尔？谢谢阿华姐。免烦恼啦，买偌济？没有，没有。要吃来三只哈，我爸行啦。对，我帮他去，没有宅配，我们不管买多少钱都没有宅配，主要在现场购买。啊，存家细家呢？来讲两家来三个，小家庭的小资主的两家来三个，海家母来要不？啊，没有的啦。哦，剥皮了。八百鱼哦。无半支饲，干中午一支两块的尔，买两支各加一支，一支三百，开九百，八百一。可以的，是什么意思？谁点？来，等下来，你要一千，来，
来3500块，妹妹大概1500，500哈。来，欧巴，来，咱们吃，要收的回囡仔才水。啊，3500块，用蒸的、用煮汤的就好吃。不半句暗器，如果用煎的，请你把它画成格子状，画成格子，唔免打圈叉，圈叉是咱咧算的，伊唔免哦，只要画格子状，安尼来蒸起来吼，较会紧透，够好食哈。买二送一来，欧巴。这个是货柜的价钱，外面一只都是300块，我来修，谢谢，修掉。萝卜糕来啊！虾皮，虾皮，虾子，虾子有。你要水冰的还是那个？河子的。啊？河虾。河虾哦。你做住就好啊，那你来问我。要九百啦。哎呀，别进来！你请你挪旁边好吗？挪到旁边。大只虾就这尔，水边虾啊，等下你要吃后甲虾，我会搁另外买。一个人会使甲我买一份，因为无啊，啊嘛歹卖遐久。哦，昨暝那像这两天落风台天出去压雨，你干着。次就好，按两次就等于没有按，所以按100次等于没有按，按99次就对了。对，哎、欸，按赞哦，七回就好啊，莫不七，不七就是退赞，按了解不？不是一就二，双数的就是没有用的。哦，记得就按一次两次。只有两个。啊，最边的四位来宾动作快，开1000开900，唔免500，四个来宾这边2分，好恁。300好价。我的风雷活体空运，活体空运以后我一定会甲动，为什么？我你会拗到，但是你袂食到拗较臭。我的风雷为什么这么多人要买？因为好吃，无啥物奇怪啊。谁呀、啊？刚出去吃一鼎就2000啊哦！吃啦，我这搁送你啦。这面汤偌济？1000啦。俗家呢？来，想吃凤螺的来。等你用阿顺西胡椒盐，500斤，500块。你吃到我的活体空运的红嘞，你袂吃就臭啦。哎，食到一届臭的凤梨，一世人我100%确定你唔食凤梨，因为迄个臭无人挡会掉。500块，外面做酱油凤梨这样子一份500-600块哦，几乎你外口食食咧2000块。500，有够简单，水滚，这个洗好清气，水滚以后弹落去，佮滚滚一分钟起来，去重要的问啥？阮胡椒盐也好，还是要用迄个瓦萨米也好。第二点嘛，上直接就啥做椒盐凤螺啦。谢谢上哥的。500，没有来，谢谢修。萝卜糕拿好。好。要喝虾哈。我问一下。黄金章七八要出来。对啊。哎嗨，七八哦，我要七八哦。好来。啊，慧心出现了。来，八公。慧心没有出。港式萝卜糕，八公不介意，请你画虾，无来修来。来，港式萝卜糕，喜欢的画虾。来右边都没有人要吃吗？来右边。好，马哥。不够早。刚吃萝卜糕，喜欢的过来，过来。对。唔免退兵，有没有？八哥三秒、两秒来一秒，无好收，谢谢。来，收。还有鲈鱼吗？唉。春红泥螺，讲几百届。还不改口吧？有啊。鲈鱼有。有冷冻。有冷冻的。今天只有冷冻的、啊，没有现捞的。对，明天也是在同个地方。
那个肉鱼只有冷冻的，没有现做的。你牌子没有带来？有啊。拿来，我来广告一下哈。我来要来广告一下，来刷鱼肉，现捞的，给你切片。等你这点刷鱼皮，爱用烧水烫烫以后，到我烤烤，烤烤以后崩了，袂安尼刷刷。OK， 迄个就去刷。刷鱼皮绝对唔好单调，非常 Q 的，就是刷鱼皮。你一大斤650，这呢一分来砍咧500，唔免400，要食300，200好来，200块。刷鱼肉呢，就一大斤啊，油台就好。你若袂晓买嘛，无皮条啊。你有买过臭臭好吃，对不对？然后这台要来油台，咱现场的来宾，850，一包行，100块。付不掉，100块，水无，而且刷到呢，100，一台卖完就好，莫搁搞起来。100块，啊，搁有人要吃？有啦。哦，大囡仔坐钱，你袂安尼？一百，够俗，够俗，有够俗，100。啊，够几？够几？加个钱。注意无，阿强。这个有地吗？因为啊。没有点几星，五十三。那个小瓶那个。小瓶啊。你是那个即时直？阿龙。即时直播的那个，来呀、啊，一个处理就好，唔免遐济人啦。好啦好啦，你卖好不好？有啥要卖鱼啊？来个小辣椒徛台，我来教伊功夫，100，因为也无人要学。来100块，这山芋岛这地就300块啦。买这袋来送这袋，现捞的来100，紧就好，紧就好，来100，够少，来100块。哦，刚这袋都唔难，我袂干呢，这总来两包啦，总来，刚一袋刷到都唔难了，全部有没有？啊，报告啦，画虾。结束了，拜拜。修。哦，来这个。阿娘讲你白白钱开这侪钱，哪会要用这些？这大张啦。没有，那更大花更多钱啊。啊，这个都几那么放大来，现在镜头啊，放大。那多少钱？80。180。对呀，180，我上次做那个都300-400哎。啊、你做啊，这一次就无怪。做个300-400。300块啊，上次大张的300啊。啊，做这个就够了。还是有谁？还镜头挂无啊？你要贴在那个墙壁，你也不可以。结果有人没有，那天没有给人家贴、啊。你阿婆呢？有，后来我鱼塘放在那个那一嫌一个。你礼拜一的时候把它贴一下。那个他放在那个嘎巴旁啊呀，我回去找不到。啊，他说我鱼塘插在那个。爆盘了耶！没有，应该那张飞不见了。好了，在这呢。那这张带去礼拜一，你把它贴在那个门口。好了，来做一下小个。无你无法懂。陈老师。无新冠嘛无讲。来，我即马要广告的，不是咱广告，咱客户场。我伫潭子场，下礼拜三，在这个是潭子场哦。下礼拜三我潭子场做2周年 ，KO 买晒了。去啦，足侪 KO 拢嘛走到潭子去咧买，啊，你会记咱老朋友亲戚啦吼，你会使来甲讲，在那个法语寺，在那个复兴路2段98号法语寺，我已经跟那个老板娘已经租借好了，下礼拜三我们在潭子的法语寺庆祝2周年，是在潭子的2周年，不是西湖年底我会再办一波，啊。那么我们一样有办活动，摸彩10点半准时摸彩啊！啊，会记得哦。山顶的朋友，你若要去潭子买，会记得你莫去旧的所在，爱来去法
屿市复兴路二段98号，记住。好，谢谢。礼拜三哦，你下礼拜三就开始哦。来这里来贴贴，贴贴。好来，好漂亮哦。这个黄金仓我常掉。一箱吃会完无啦？不睡不？来，我来算本钱。2313814，好来，本钱走。一只抬高好来三五，两只开700，要来三只要开你外口要。